的智慧，认可知晓自己的宿命，以及过去未来一切善恶苦乐之事，全国上下拢真爱戴这位智慧圆满的太子。太子十三岁，进一年。
照常，结果如何？为怎样？伊突然间唔讲话呢？讲啊！你个字啊，是玉字啊！全国的百姓亲民，请国下令，我来叫喊。